愛さずにいられない。ジェリーが自分らしくこだわり抜いて完成した渾身の一曲。どんな風に日本のファンの心に届くのだろうか。自身初となる挑戦を終えたジェリーは、ちょうどレコーディングを終え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けれども、日本では初めてですよね、レコーディングするのは。はい、初めて日本台湾と違いますか。たくさん違います。どういったところが、はい、日語吧、日文、日本語、就是很多词、字什么那种，我就是发不太出来，然后会一直被纠正。嗯，立ちつてと。立ちつてと。哦。続けて。続けて。続けて。うん。難しい。ちょっと難しい。あ、そして面白いです。面白い。現在のファーリューエンターテイメントシーンでトップ俳優としてその地位を確立。撮影中のドラマで演じるのは、クールで毒舌の弁護士役。俳優業は挑戦、そういったジェリーはこれまで経験したことがない役柄にどう取り組んでいるのか。これまでどの作品でも見られなかった新たな弁護士像を作り上げたい、そうイメージを固め本番。チェックが終わると、先ほどの緊迫したシーンを笑顔で再現。共に働く仲間を和ませるのもジェリーのこだわり。愿望吗？不，有没有想过？有啊，有啊。也许现在会在做什么？就去开牧场，还是养一些小动物什么的。没有，好像是进入这一行，然后觉得压力，就有一阵子觉得压力很大吧，然后觉得，就觉得好像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有好多的，好多的。就是会觉得好像跟小动物在一起，你知道，就是会觉得他们都，
就是你对他们好一点，他们会对你好很多，然后跟动物在一起你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像我自己很喜欢动物啊，像我看到海豚我会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就会希望以后有机会是可以有一个很大的牧场，然后养很多不一样的动物啊，然后比如说可以有一个游泳池有海豚啊什么的。对啊对啊，其实还那个还蛮难的。对啊，蛮是开心，所以可能就是去那种海洋动物园当那种，就是训练海豚。常に全力でぶつかる姿勢は幼い頃の環境が影響しているという。我小学大概五年级就在外面，就是跟姐姐在外面做一些那种打零工，那时候是做那种玩具包装，就是有没有把玩具装进去，然后再用订书机这样那种。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一个月好像500块吧，那时候的薪水。一个月500。嗯，然后后来像国中啊、高中啊，我卖过以前用 BB 扣，就是那种刚开始还没有大哥大之前。对，那时候也是读高中的时候，然后也有我以前也做过吃的啊。做过吃的还有吧台，嗯，然后以前也曾经有在工地打工过，嗯，就是工地啊，在工地，就是扛那种，就是那种粗粗的，然后就是做对钢筋的，然后其实刚开始去做很不习惯，因为很辛苦，然后这边就是骨头，其实长时间扛那种重，而且我们是要爬楼梯，因为工地嘛是要扛到楼上去，所以那时候一天爬下来，这边整个都是肿起来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一餐都要吃两个便当。刚开始做其实还蛮辛苦的，然后后来就觉得，因为他做工地赚的钱其实比较多，所以那时候就咬牙撑过去。嗯，因为我其实小时候就是单亲，然后那时候就是妈妈其实养我们两个小孩嘛，然后其实家庭环境其实不好，所以我们就还蛮习惯那时候就是念书的时候就是半工半读，对，就一方面其实妈妈的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我学到了什么？独立吧，就很小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花很多的时间在交女朋友啊、谈恋爱啊，但因为以前，因为我小时候从小就在外面工作，所以我发现我有很多的童年其实都是在工作中，包括就是不断的要赚学费啊，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从小到大我都是班长嘛，所以就变成说我的很多时间都花在比如说我那时候读高中，然后我家又住得很远，可能我就光坐车回家都我坐过最久要坐到2个小时才能回到家，然后变成我又要我又比如说那时候因为念完书的时候要去工作嘛，然后坐4个小时，然后加上念书的时间，所以我印象中我学生时代我没有太多跟人家比如说交女朋友或什么样的经验，那我觉得我在这一块其实就觉得好像有一个遗憾在。嗯，怎么样存在未来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对我家人真的是觉得